各位听众好，我是 Acadia 的 Mark 我们上期上了成长班上这个班对我们的平常的教圣经的那个经历了解了更深，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成长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教会呢能够有一个教有一个教导让每个人都能够同步成长。在这个属灵上有一致的水准，一致的自己一起的成的很好的榜样，在这次呢门徒班更深的一个课程，我们希望能够再深一点点的了解神对我们要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热烈的来参加这个门徒班，也希望我们这个教会以后有那个。自己的门徒起来这样当我们教会建造，教会一个基石。